大小姐，您不是答应了楚总要担任集团的新总监吗？您现在要走，这不把楚总扔这儿，让他难堪吗？我就要成亲，那又怎么？我就是让他记住，别再想随便安排我的生活。大小姐，可是大小姐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再跟着我。我就想躺平摆烂，怎么这么难？这、嗯、是男人的胸。 楚总，快点喝！难道我睡了我们集团总裁楚天业？ 迟晚，你怎么还没到公司？工作还要不要啊？哎，迟晚，你昨天都做了些什么？不行，我得赶快去公司。楚天业想安排我的生活。 这个不孝女，长大了翅膀硬了，敢跟我顶嘴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结婚才是你的命。喝啊喝呀、啊、喝呀、啊！池婉，你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呀、啊？池婉，你什么态度？你不过就是楚总的玩物而已，你别真以为自己可以当楚太太了。 少爷，医生已经看过了，大小姐没什么大碍。被撞的那个人怎么样、哦？只是受了一些皮外伤，还有印记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楚楚总，洛言，身体好点没有？洛言，什么洛言？这是哪儿？医生说了，车祸之后可能会出现短暂的失忆现象。失忆？ 竟然变成了楚总的亲妹妹！啊！我现在是楚若烟。迟晚，你给我出来！哎哎，这里不能随便进的，跟你说不清楚。说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把我换到你身体里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发誓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所以你确定？ 其实我就是你，难道是之前那场意外让我们灵魂互换了你们在聊什么、啊？哥，这是我朋友，也是公司同事，他来找我玩的。啊，吓我一跳，我还以为出了车祸来讹钱的呢。哎，楚老爷，你要是不想被送进精神病院，就别说话。 你俩没事就好。这次车祸是洛烟大意了。什么？我大意？他明明也没看我。你也是集团的员工，以后公司有什么事情，尽管来找我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嗯、他叫迟婉。嗯，没想到嘛，你还挺聪明的。那能怎么办？只能将计就计了。 所以，到底怎么样才能换回来、啊？ 不能。是啊，大小姐，您的礼服已经送到了。礼服？您忘了，明天是您和江少订婚的日子。订婚？我明天要订婚？谁订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订的。啊？ 这是要让我们帮他吗？妈，结婚是什么时候定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不重要，只要你执行下去就可以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江家都已经准备好了，乖乖订婚。你要敢服了江家的面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这楚母也太强势了。 完全不管自己女儿的感受。王姨<说>，把大小姐带下去，不到订婚仪式，不准离开这个房间。是。哎、啊，啊啊、天意，你妹妹的事弄完了，你和蒋家大小姐的事也该抓紧了啊！蒋小姐可是豪门蒋家唯一的女儿，那个公主病，出门得带八百个保姆。 你以为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别以为落烟撞了你，我楚家大门就是你随便出进的地方。这破家说的谁想待？你，哎、你任性也有个度，难不成你想去联姻？你能让我不去联姻啊？我让你去公司，就想让你在公司好好干，证明给爸妈看，你的价值不止联姻。 没想到楚总对妹妹还挺好的，既然这样，我就帮你妹妹一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明天公司有个案子，你要不想去订婚的话，你明天就去拿下这个项目，刚好以正式为由逃跑。妈不会太为难你。 小哥哥，我送给你糖，你不要不开心了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好。怎么是他？难道楚总就是当年的那个小男孩？嗯。罗言，想什么呢？罗言，罗言。啊，没什么。这个是东远集团的收购计划，如果你能搞定这件事。 相信爸妈他们不会为难你。啊，啊啊！你也看到了，这样的家，只会联姻的家人，有什么好带的？如果我能让你不用去联姻呢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爸妈让你联姻的目的是证明楚家人的价值。如果你能证明你的价值远不止联姻，或许他们就不会让你再去联姻了。真的假的？我们做个交易吧。 我帮你在公司里逆袭，你帮我继续在公司上班，保住我的工作，怎么样？成交。你们楚氏集团就派这样一个小姑娘来跟我谈合作，好像不把我们东远集团放在眼里。李总，我们没有这个意思。这位是楚洛烟楚小姐，可是我们楚总的妹妹。哦，楚小姐，之前的合约。 一直是由楚总跟我们谈的，所以我希望让他来签。李总，既然我们今达成合作共识，那这个字谁签不都一样吗？我相信李总也希望我们达成合作吧。好，楚小姐说的好，我们也非常有诚意的和你合作。 楚小姐，李总，这合同我不能签。小姐，你搞什么东西、啊？先是派一个黄毛小姑娘来签，现在说不签就不签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东远集团也不是非你不可。 李总，哎、这份合同我们法务看过，怎么到了签约金额就不对了呀？你别胡说八道啊！合同就在这儿，你自己看。你们财务干什么吃的？这一点数据都弄不明白，这不是在楚小姐面前丢人吗？李总，我们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？你现在。 到财务那边领钱，明天不要来了。李建民，数据是你让我修改的，合同也是你让我造假的，现在把锅甩在我身上。今天不是你辞退我，是老娘不干了。朱小姐，合同的事儿呢，肯定有误会。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李总，既然东远集团爱干这些偷鸡摸狗的事，但我觉得他也不值这个价。哎，我现在立刻找人改合同，想要继续合作。 也行，收购金额下调十五个点，十五个点，签不签在你。徐小、嗯、姐，我签。迟婉，你什么态度？我就是态度，怎么了？明明是你自己的工作，你凭什么扔给我？迟婉，大家一起合作的项目。 这是分到你头上的。这么重的任务，一个人根本做不完。你这么会分，你怎么不把你工资分给我？一天天的不好好工作，你们又在聊什么？楚总，楚总，你看看他，他不想工作，我们的项目都没法进行了。啊！你别血口喷人啊！明明是你自己的工作，你偏要扔给我。知道这几个人又在聊我就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咱俩是平级，你凭什么给我安排任务？你。 吃晚，这是大家共同商议的结果，少数服从多数，你知不知道？楚总监，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你同事吗？职场霸凌算什么本事啊？我没教过你们吗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楚总监，我们没有恶意。 是池晚平时比较照顾我们，所以我们才找他的。你算哪根葱啊？要我照顾你？迟晚，你别装了，一股子碧螺春味，真当我闻不出来？这么爱挑拨离间，也不知道楚氏公司怎么把你招进来的。迟晚，别以为你跟楚总睡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<迟晚 S 2> 别以为你跟楚总睡了就可以为所欲为了。迟晚。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。难怪楚总监这么帮你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你不过就是楚总的玩物而已。你别真以为自己可以当楚太太了。难不成你以为楚总是真心喜欢你？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来公司是。 你说睡了就睡了，你有证据吗？哼，嗯，天哪，迟婉，你到底是用什么手段勾引的楚朵？真不要脸，还真是不意外呢。他说别人是绿茶，原来他就是狐狸精啊！靠自己的身体上位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迟婉，我看你这次还怎么狡辩？没错，那天晚上我跟他在一起。 楚总，查清楚了，那晚的人就是迟晚。迟晚，竟然是他！楚总，您怎么来了？这是我公司，我不能来吗？我跟谁在一起，需要给你们报备吗？杨小秋是吧？去人事部我办理你的手续吧。你，被辞退了。我，楚总。小婉。 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你哥怎么会突然对一个小职员这么殷勤？难道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？难道迟晚在骗我？迟晚，迟晚，那天晚上的事情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跟你道个歉。道歉？所以他们真的睡了？虽然那天晚上是个意外。 这什么渣男发言？睡了人家竟然说是意外？但请你务必要相信我，我楚天意绝对不是他们所说的，我会负责的。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负责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结婚吧。啊？什么？我去结婚？现在就去领证。哦不行不行，得去拦住他。s u r r i s e 现在就去领证。s u r r i s e 这又是谁呀、啊？洛言宝贝，我刚回国，你要跟我在一起吗？江傲明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美女，第一次见你就知道我的名字，想必你已经爱上我了，要跟我在一起吗？这江家少爷果然和传闻中一样花心。滚<我>！好。洛言宝贝，我刚回国，咱们吃点好吃的去。 我找楚总监也有点事，滚、啊！江、哎、明，你想怎样？是我爸让我来求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刚刚那个女的是你们公司的，介绍一下。休息，不送。没关系，哼，我自己追。你真跟我哥睡了？ 意外，这真的是个意外。这要是被别人发现，我说了，今天必须订婚。你竟然跑了，要不是江又明出面调解，我怎么和江家交代？我这是有正事，所以才走的。什么事比你和江又明订婚重要？他有喜欢的人，为什么一定要跟我结婚啊？他喜欢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楚家和江家必须要妈。 我和哥的价值难道只有联姻吗？那你不联姻还能干什么？这是我今天刚谈下的东远集团收购案，我的价值远不止联姻。哼，就你，这事儿要不是楚天夜帮你，你怎么可能解决的？了？这是我自己谈的，他没有帮忙。我不管谁谈的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和江佑明好好相处。 定日子结婚，天底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母亲？你这个不孝女，长大了翅膀硬了，敢跟我顶嘴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你做什么，结婚才是你的命，结婚才是你的命。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，啊，我妈她这个人就是这样，比较独断。怎么会这样？她认定家族利益大于一切，从小就重视楚天业，所以我，浅浅小姐也不好当啊。我不想随随便便跟别人结婚，更不想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让你母亲知道，你的价值远不止涟漪。 朱天叶，我听说你睡了个姑娘。你说这铁树三十年一开花，它得是多么稀奇一件事儿啊！啊？你和这个姑娘发生了关系，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肯定是想对人家负责。那那那那那白月光怎么办？你心心念念找人家那么久，你不能说放弃就放弃吧？我没放弃。当渣男，脚踏两条船。我没有。也是，你是压根儿找不着人家。 也没什么机会。OK OK，但是啊，你就说这件事，我能在精神层面上支持你，但是在这个道德层面上，我得谴责你，我得严厉的谴责你，真的，谴责你啊！ 哎，美女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来接你的。哎，美女，给个机会让我送你回家吧。不需要。你就不好奇我跟楚洛烟的关系吗？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编排我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没想到你和楚洛烟的关系还挺好啊。不关你事。我和楚洛烟算是青梅竹马。 关系还一直算不错。求婚是我爸的意思，他想我们楚江两家联姻。那你想联姻吗？我不想又能怎么样？我拒绝不掉啊。不过美女放心，我这人不会任由家里摆布，我一定会全心全意来追求你的。喝酒吗？啊？我想喝酒。好，这我砸。 子里有内鬼，那必须把他抓出来。你竟然会这么积极？我那是不想去联姻。你跟我认识的楚洛烟还真不一样。哎，你慢点喝，很容易醉的。 穿内鬼的是这么麻烦吗？他不一样。那你这就喝醉了。 我找你找了那么多年，你别走。找谁？找我啊！照片、棒棒糖。哎呦，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是工作应酬吗？ 不想结婚，不想结婚。哎呀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妈妈才舍不得你嫁出去呢。如果工作太辛苦的话，就在家休养一阵子，妈妈养你啊。妈，嗯，妈妈去给你弄醒酒汤啊。嗯。迟晚真的很幸福，有个好妈妈，还能被别人这么在意。而我妈、嗯，你这个不孝女，长大了翅膀硬了，敢跟我顶嘴了是吧？ 结婚才是你的命。多么不一样！迟晚一定从小就很幸福。这不是楚天业那张宝贝照片吗？难道迟晚就是那个小女孩？来，宝贝，喝点新酒汤吧。 妈妈，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？你怎么突然看这个了？这个是你很小的时候拍的呀，什么时候照的我也不记得怎么了？没，没什么。看来我明天得去问问池伟。嗯、老实交代，这是不是你？你怎么也有这张照片？在你家看见的？等等，也你？你该不会已经知道了吧？好啊。 我还以为你俩要上演二人错过的戏嘛，原来早就知道了。没有，我也是那天换过来之后，偶然在书房看见的。那你怎么不告诉他？我们现在怎么说啊？也得等换回来之后吧。也是。那你呢？你会告诉他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他？我就喜欢他苦苦找人的样子。他楚天业也有今天。他一直在找我。对啊。 你就是他心心念念的白月光，他可宝贝这张照片了，谁都不让碰。怎么样，你喜欢他吗？嗯两情相悦，真好。这么看，你们俩从小就很般配。看他小时候多可爱，他还偷看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嗯嗯，你俩有事，我先出去了。等等。 你手里拿的什么？没什么，我都看到了，是照片。你是他吗？你是他吗？他不是那个意思，啊，他不是不想认你，你再给他点时间，让他消化一下。 我问一下你，我最近要送女生礼物，我要送什么好？你要送迟晚礼物啊？算了，我自己想想吧。看来他是真的很在意我啊。不是什么，你说的那个姑娘就是你的白月光。我都说了，这是个意外。你是走了什么狗屎运的？你现在的情人和你的白月光是同一个人？不是，那你还纠结什么呀？ 他好像不太想跟我相认。啊，他不喜欢你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看啊，他现在可以不喜欢你，但是不代表他以后不喜欢你，对吧？女孩她就是得用来追的，你得先这样，再这样，懂吗？哎呀，没问题的啊。他是我哥，又要追我。 但是我又不能一直躲着他，小心烫！啊，呃、啊，我没事儿。嗯，你的水，谢谢。 <laughs> 楚天叶，他到底想干嘛？算了。 周婉，你为什么在躲我？我没有啊。没有？那你为什么看见我就跑？我没看见你啊。周婉，我这样不是出于对意外的负责，也不是见色起意。嗯、我是真心喜欢你，你能感受得到吗？啊、能不能给我次机会，不要再躲我了？ 怎么，于超教我的都不管用啊？楚天叶有毛病吧？说那么肉麻的话，谁教他的呀？不行，我不管吃完了，我要辞职！啊，有毛病？啊？我觉得我不太适合这份工作，我就不影响大家了。你要辞职？不是，你不是干的好好的吗？ 之前那个一直看你晋升的组长、啊，他已经被楚总辞退了啊！你呀、啊，就安安心心在这干。哎呀，不要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啊！吃我之前竟然还有这样的遭遇，楚天意还挺细心的嘛。跟这没关系。其实我……你来了，啊、楚总，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？嗯、楚天意，我实话跟你说了吧，其实我不是吃。 其实我不是，不是什么、啊，楚天叶，我们很多年没见了，你得给我点时间去适应这件事。好，只要你不躲着我，我们可以慢慢相处。嗯，那这辞职信，我可以不辞职，但是你得跟我约法三章。好，你在公司不能离我太近，不然同事们会议论。嗯、好，你不能总往项目部跑，不能影响我工作。 任何跟我有关的事情，你得征得我的同意。好，只要你答应我，不躲着我，我都答应你。成交。大小姐。刘特助，我需要一个助理。好啊，这个没问题。你有心仪的人选吗？迟婉<晚>。啊，迟婉。不可以吗？ 哦，可以，当然可以。我去问他愿不愿意。<laughs> 吃完宝贝，<laughs> 吃完宝贝。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当然是来给你送爱心便当了。谢谢，不需要。这是我的心意，你不接受的话，我会伤心的。 那如果你嫌弃，我们出去吃。啊，现在是工作时间，请你离开。前两天我们还一起痛快逍遥，现在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你别乱说，谁跟你痛？迟婉，你竟然脚踏两只船！你们造谣人的方式能不能变一变呀、啊？我哪里造谣了？江少，迟婉他骗了你，他跟楚总的关系，他和楚天叶有什么关系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江少，你能不能撬动楚天叶的墙角，是我的本事，跟迟婉没关系，跟你。 跟你也没关系，江少，迟婉这种水性杨花的女人，她不值得你对她这么好。她不值得，你值得呀。还真是第一次见她这么维护一个人。你们又在说什么？楚总监，迟婉她一边跟楚总不清不楚，一边又勾搭江少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不清不楚？首先，我跟楚天叶什么关系，不用跟你交代。 其次，我跟江又明就是朋友关系。最后，你家住海边的，管这么宽。悠然，你也跟好好跟你们楚总反馈反馈，你们公司的人真会挑事儿啊！嗯、哎，所以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啊？只能先糊弄过去。你确定？江又明比楚天业好糊弄多了。你都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。 太离谱了、嗯！楚洛燕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热爱工作、啊？快换人！你帮我应付他。我，放下。洛言宝贝，你别那么绝情嘛！我们在工作，请你离开。之前喊你出来玩，你都那么积极，现在怎么了？你不会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吧？我们在工作，你别影响我们。 哎、啊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哦。他不会发现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怎么还没完没了了？楚楚天印，我听说你在这儿，就过来找你了。我们不是约法三章了吗？因为我还没请你吃过饭，你今晚有空吗？ 我还没有请你吃过饭，你今晚有空吗？嗯，我也没送过你什么礼物，这个就当棒棒糖的回礼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们下班再说。哦、啊，下班？什、啊、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他现在攻势有点太猛，我有点招架不住了。不过我们约法三章，应该还好。 为了你这破工作，我真的是，真是难为你了。我们先说好，他追我，你可不能吃醋。我是他妹妹，我们俩不会有什么的。当然，我是很讲道理的。不过他对你确实还挺真心的。他那么强势一个人，现在说什么就是什么。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忍他呢。那以后就麻烦你帮我约会了。 那我一应付不来，给你发消息、啊。好。我是造了什么孽才摊上你嘞？什么情况？江佑明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走吧，我带你去吃西餐。嗯、吃完，我们约好了。 你们俩要不要这么高调？啊？高调吗？我还没来得及准备花呢，下次再给你准备吧。吃完，我知道你喜欢吃中餐，我特地订了私人菜馆，走吧。可以。哎，楚天业这种臭脸怪有什么好的？你还不如跟我玩比较有意思。放手。住手！ 真是太让人伤心了，我餐厅都订好了。既然这样，罗燕宝贝，你陪我一起。走，<哼>你是，在等什么消息啊？嗯，没有。不是，我们都这么好的朋友了，你这点实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？ 你在等迟晚的消息、啊，要你管？哎，好好，别生气嘛。你要是好奇他们的约会，我带你去看看。我看是你自己想去看吧，我可没说。不管他们了，赶紧吃饭，送我回去。哎，好，我的小公主。来，尝一尝。嗯、你也吃啊？来，多吃点。你也吃啊？ 动，楚天叶也有这么细心的时候。不行不行，太尴尬了，尴尬的我脚趾抠出一栋别墅。谢谢、啊。啊 这么开心啊！合同的事情我跟爸妈解释过了，他们也相信你会在公司好好干。刚好有个度假村的项目，需要你过去考察一下。我一个人？嗯，我还有事情。什么时候啊？明天。这么突然？这是咱妈的意思。好吧。 嗯，看来他约会得很开心。我是该开心还是难过？喂，上班了？你人呢？楚天也跟我说出来出差几天。出差？嗯。吃完宝贝，我会想你的哦。你干嘛？你跟江佑明在一起？对啊，他说这是跟江家一起的项目，他也是来时差的。你们还要一起出差好几天？嗯。 应该是的，这是联姻的阴谋吧？不行，我也要去。石小姐，石小姐，你去哪儿啊？度假村。度假村？和江江合作的那个？我得去。罗去岩去去宝贝，怎么现在工作这么认真呢？ 我突然想好好工作，不行啊？是吗？听说这里晚上没人，你一个人住，要是害怕的话，我来陪你。不要<用>。迟晚，他怎么来了？我不放心你，你哥怎么也来了？嗯、公司楼下碰到的。嗯、行吧，既然来都来了，那就让本少爷带你们去这个度假村里最有特色的地方，怎么样？ 这就是你说的有特色的地方。当然，这个地方可是我斥巨资让人精心打造的，看看，好看吗？来，喝，别，别喝，不是楚天意，你怎么这么扫兴呢、啊？我这可是好酒、啊，要不是看在迟晚的面子上，我根本不会拿出来喝。没事。哎。 也会喝醉的，我给你找点解酒的去。天干杯！等一下。哎呀，喝喝喝喝喝！啊 哥、啊，别，我来。你喝醉了，别喝了。没有，我没醉。哎，楚天野，你一杯倒的酒量，你帮人家喝啥呀？<我>吃完。 吃完喝多了，我送他回去。哎哎，落、哎、烟宝贝，咱俩喝好不好？哎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啊！ 说你才是十万，我知道这样很荒谬，但我确实是和洛言灵魂互换了。你没发现我们有点不一样吗？我就说洛言怎么突然对公司的事情这么上心，原来是因为换了个人。原来只是擦汗。 我误会他了，谢谢你。过去和现在，过去和现在，我是说八岁那年,年。原来真的是我晚。小哥哥，我送给你糖，你不要不开心了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我们一起去玩吧。嗯、哦，好。<laughs> <laughs> <laughs> 石头剪剪布，布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。老婉，回家吃饭了。妈妈，我今天交了一个新朋友，我们一起拍张照吧。好呀。 来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你真的是吃完？是，我是吃完。那天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，所以逃走了。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哥，继续喝。 还真的是我妹，不过我竟然追了她那么多天，我都知道，我感受得到你的诚意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啊啊、走。 不可以，你是落烟。我是迟稳，你相信我。可你现在是落烟，不可以。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？放心，会有办法的。你不会觉得我是疯子吗？怎么会？你给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，因为落烟她不会这样的。我先前还奇怪来着，现在。 倒觉得是有了答案，不过这件事情不能让别人知道，我怕人家会觉得我们是精神病，会对你们家公司不利。嗯，你说的对。你不会醒了就忘了这件事吧？不会，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找你，怎么可能会忘记？对了。 你怎么找到那张照片的？那张照片是我托人找到的，但后面我再想找你，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我后来想找你玩也找不到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了吗？不是，我当时是被爸妈送去疗养院疗养的，第二天就被送回了楚家，没机会去跟你告别。嗯，原来如此，我就说怎么找不到了。 你也找过我，当然，我可没遇见这么好看的小哥哥。原来我们错过了这么多，哎、啊啊，还真是一杯倒啊！ 早，嗯，早，吃点东西、嗯。昨天酒喝多了，头有点痛。不是，你们一个个怎么都不行啊？一个能喝的都没有。还有，陆言宝贝，你昨晚怎么先走了？啊，我突然有点事。 你怎么会突然来这边？我爸喊我来的呀。你爸？啊，你爸和我爸让我和陆烟宝贝联姻。果然又是联姻，他们还是没死心。两家就一定要联姻吗？你真的不想和我联姻？关我什么事儿？联姻嘛，长辈的意思，想结再说呗。 不行，你不行什么？这事我会跟我爸说的，劝他打消这个念头。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洛烟宝贝，你最近都没有来找我玩哎、啊。我在忙工作，一直在公司呢。不是你变了一个人啊？你以前不是挺爱玩的吗？现在怎么跑公司了？我想好好工作，不行、啊。好，好，好，以前与我狼狈为奸的楚洛烟女士。 不复存在喽！你还真会用词啊！迟北一家，你说他这么大一个总裁，偏要跟着我们跑，你说楚氏是不是快凉了？彼此彼此。迟婉美人，以前我不觉得你这么会怼人，你怎么了？跟他待一起久了，传染了？本来就是嘛。 江氏都没问题了，处氏更没问题了。不是你俩联起伙来欺负我、嗯、知道了。爸<唉>回国了，我现在得回去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走。那我们呢？哼。哎，等等我。 待会见到爸，你别激动，我就当我是洛烟。哦，我没这个意思。啊，我说可能见到爸，他态度可能不会太好。原来洛烟的处境这么差。 你把他带来干什么？他现在不是应该在度假村和江家那小子在一起吗？妈，你想要联姻的事情，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意见。问你们干什么？等你们回来跟我们顶嘴啊！身为楚家人，平日里无所事事，享尽荣华富贵，让他去联姻怎么了？难道亏待他了？这不是亏不亏待的问题。我有在跟江耀明好好相处。 那就好，你们呀要好好听你妈妈的话。你妈妈还不是为你们好？还有你个臭小子，我还没跟你算账，你把他带公司里来干什么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就是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你把他弄到公司去，还不就是给你添乱？没有啊爸，洛言他做的很好，东远集团合同的事情你不是也看到了吗？洛言探是楚家人。 总是要给他去公司实习的机会，我又不是没给过他机会。你看看他，原来都干了些什么？哪件事他做成过？妈，我是真心想学习的。东远集团的收购也是我拿下的，我是真心想帮哥的。人一定是会有长进的，您不能拿有色眼镜看我。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？妈，李建明想挖坑给我们楚氏跳，最后还是洛烟发现了问题。我们用更低的价格拿下了东远集团的项目，这是洛烟的功劳。 妈，我发誓，我一定在公司好好工作，不捣乱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妈。看在天业帮你求情的份上，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下个月我们楚氏将举办答谢酒会，就由你来负责。谢谢妈。爸妈,妈，你们旅途劳累，先休息吧。我带洛烟先去熟悉一下酒会流程。 奇怪了，这兄妹俩的感情什么时候处得这么好了？我倒要看看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。你们豪门都是这样的吗？其实也不是。冒昧的问一句、啊，洛烟。 是亲生的吗？是亲生的那。那既然是亲生妈妈，怎么对洛烟？我还一直以为楚夫人不太喜欢洛烟呢。一直以来，家里都是我妈妈当家，从小她就一直忙工作，她要把我当做楚家继承人，也就是因为这样，她对洛烟的关爱就变得少了。那联姻这个事情，他们认为。 联姻是洛烟最快的立足方式。其实洛烟很聪明呢，我会好好引导他。那以后就麻烦他嫂子了。说什么呢？这事情要交给洛烟，我还真的比较担心。但交给你。 我很放心。你怎么知道我做的好？先不说东远集团的事情，我让刘然去调了你这几年的工作记录，做的很好。至于阻拦你发展的那位总监，我已经把他开了。啊？现在把他开了，已经对他很好了。果然是楚总，够见这个。 是经常跟我们公司合作紧密的客户，你看一下，不要出错。好、啊。这是什么？哎、啊，小姐，大小姐接下来会很忙，所以你多帮帮她。为什么？董事长把接下来的集团答谢酒会交给大小姐来做。啊！我有事问你，怎么了？ 那老头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？是因为楚天业跟他保证他会好好干，所以才交给他。你在楚家？楚天业，他竟然会帮我保证，他也不怕我打他的脸，是因为他知道。大手下，楚总喊你开会。好，马上来。一会儿再跟你说。哦。我安排留人。 去你最爱吃的餐厅订了餐，已经送到你办公室了。吃饭？不是喊我开会吗？你这是私事公办。我就是想跟你吃一顿饭，看你忙的那个样子，我不喊你吃的话，你肯定又不吃饭。你就能陪我了。这次的答谢会，集团虽然很看重，但你也千万不要有压力。只要你不出大问题，就没问题。我之前都没有组织过这样的酒会。 谁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，只要你相信你自己，我会喊刘然跟你一起去执行的。好。哎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请你多带带罗燕，毕竟罗燕也是楚家人。他真的，一点都不会。如果你教他的话，他的接受能力会更强一点。好，我会的。 你来帮我一下忙啊，这次酒会的酒你来负责吧，你接触的比较多，或者说你去问一下公司经常合作的那些酒家。就等会儿，我干活？嗯，我才是大小姐，可是你现在是迟晚，我这么忙，你不帮忙别人会怀疑的。天杀的，我都这样了还要干活，快去吧，加油、哦！去项目部问一下可能会比较好。好吧。 舒婉，这么晚怎么还不走？哎，对了，咱们公司项目部之前有没有跟酒相关的项目？啊？有啊，公司之前有经常合作的酒厂，那方便把资料给我一下吗？好啊，不过你得等我找找。嗯，好，谢谢麻烦你了，别客气。 小秋，机会来了。吃完，找到了，这就是我们之前公司合作过的酒厂，全都是高端酒，连数量和种类我都帮你标好了。谢谢。我就等着看小秋姐怎么整。东西搞定了，这么快、啊？不就是订个酒吗？有什么难的？行，就这么定吧。嗯，行。 那就这样。等一下，你再去熟悉一下流程。我把资料都发给你。怎么又有活啊？这次酒宴你也得参加，你得熟悉流程。那不是还有楚天叶吗？干嘛非要我呀、啊？我也只是暂时帮你，以后还是得你自己去。难道你想去联姻？我不想。那就对了，我跟楚天叶说好了，只要你在公司站稳脚跟。 他就去说服爸妈不去联谊，行吧，行吧。嗯我怎么觉得你跟楚天业狼狈为奸呢？嗯，你俩是不是发生什么了？没有，能发生什么呀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这样很可疑哟、哦。 工作关系而已、啊，我跟他只是工作上多点交集。行吧，勉强相信你。等等，我为什么瞒着他呀？跟他说也没什么、啊。大小姐，请帖已经发下去了，时间就定在这周六晚上。好、哎。好，那你忙。我一定不会让楚天野丢脸。 吃饭怎么还没来啊？别担心，江月明去接他。啊！你忘了吗？江家也在我们邀请范围之内。不是，我是说他怎么会去接他的呀？那小子贼心不死，还想追你呢。我？不是我。<laughs>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？你家里都是些什么破烂、啊？还好江佑明带我去买了，不然本小姐穿什么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忙忘了。你也不能仗着你自己好看就不打扮自己、啊。你俩说什么呢？跟我也说说呗。不关你的事。不是吧？这么无情？用完我就丢啊？请注意你的措辞。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 楚总，鼎业集团的张总到了，我们要不要接一下？接一下吧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他们都有正事要干啊。没事啊，有我陪你还不够。你？嗯，那还是算了吧。过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今晚可有好戏看。什么好戏啊？告诉你有什么好处啊？ 这还有什么好处啊？那这样吧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个周末陪我约会怎么样？那还是算了吧。哎哎哎，我告诉你还不行吗？啊？啊张总，周总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妹，也是楚氏集团的项目总监，楚乐嫣。 一直想着拜会您，没想到先遇见了，希望之后有机会合作、嗯。楚小姐真是年轻有为啊，能和楚氏合作也是我的荣幸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嗯，我先失陪一下。好，张总，幸会幸会,幸会，幸会幸会。 那是你妹妹。哦，您说的这个项目是我策划。嗯，想不到啊，长得还挺漂亮不是说她不学无术吗？怎么看起来跟传说中不太像啊？嗯。哎，你说我要是追你妹妹怎么样？咱俩来个亲上加亲。不可以。不是你这能不能别直接无情的拒绝我？她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还没试试呢，你瞧瞧、啊。 楚小姐，来敬你。尝尝这个。我才不要。幸会幸会。没想到余公子也跟楚小姐认识。今天晚宴上这么多豪门子弟，我好不容易才进来、啊，凭什么迟晚可以和江少一起成双入对？不就是长了一张脸吗？哼、啊，这个江少还对他真是言听计从，不愧是高手段了。嗯 还可以，不过快，了，你马上就会变得一无所有。楚小姐真是才华。楚落雁，这么重要的场合，谢谢啊、迟晚让你名誉扫地，啊、看你还怎么走、啊。服务员，给我来瓶酒。不闹你了，吃吧吃吧。哼，<laughs> 堂堂楚家。 就用这么便宜的酒招待客人？你们楚家这么有钱，今天的答谢宴居然用这一百多块钱的酒，这算哪门子答谢宴？是打量着我们在座的人都不配喝吗？这位客人有什么问题吗？ 楚总监，既然你来了，那你就说说，今天答谢宴就给我们宾客喝这么粗制滥造的酒，就是你们楚家给我们喝这么差的酒，该不会是假酒吧？客人身体出了问题，你们楚家担得起这个责任吗？各位少安毋躁，我们楚家拿出的是最高的诚意招待大家的。嗯、你打量着蒙我是吗？这酒超不过一百块。 就拿这种酒招待我们，你们楚家安的什么心啊？正好我平时喜欢品酒，不如让我来看看。程总，不好意思，见笑了。无妨。 好酒！什么？张总，你该不会是认错了吧？这酒我家里也有收藏，这就是顶级的罗曼尼康帝的味道。不好意思，各位，闹了这么一个乌龙。这酒确实是罗曼尼康帝，这酒瓶也是我们故意换的。好端端的换酒瓶干嘛？因为我们楚氏就是这样的公司，无论表面如何。 内心一定是纯粹的，也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表面看向本质，能够看到我们处事的诚意。不愧是楚总监。我不是让你给我送的假酒吗？怎么变成罗曼尼康帝了？我不是给你钱了吗？让你换成假酒，酒呢？果然是你。 怎么做了亏心事，怕见到我？你怎么来了？你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。你、啊，再提醒你一句，你的计划都落空了。这就不对，不是他报给我的酒，是不是被人换了？ 这酒质量很差，难道是有人要搞砸这个酒会？那这酒现在怎么办？短时间内能换吗？别着急，我知道有个人那里，他一定有。至于这个换酒人，等等，我有个办法，不如就不换酒瓶，把里面的酒换了。都有人发现计划失败，一定会露出马脚。 就这么办，可惜了本少爷的好酒啊，全被楚天叶那个家伙给截胡了。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哦，对了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应该被楚氏给开除了吧？你通过不正规渠道混入酒会，如今又倒卖假酒，我去喊保安把他丢出去。嗯，我在这儿看着他。凭什么？你这个贱人四处勾引男人，怎么还有男人上赶着帮你啊？哎 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一天到晚造谣别人私生活，有意思吗？满脑子都是这些，我看是你在勾引别人吧。你以为楚总真心喜欢的是你吗？他不过是图这一时新鲜嘛。我可是听说楚总一直都有喜欢的女人，你别以为你真的可以飞上枝头当凤凰。哼 <laughs>，不好意思，楚天夜喜欢的人一直都是我，只是他一直追求我，我没接受罢了。不可能，肯定是你用脸蛊惑了楚总。 大学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现在公司里你还这样。我这么努力的想要阻止你晋升，楚总怎么可能？原来是你干的这些事儿啊！你放心，我会一件一件帮你曝光的。我跟你拼了！江少，十万和楚天业不清不楚的，你还袒护他？本少爷从来不打女人，希望你别让我破这个例。 就他这样子，你还袒护他？我不袒护他，难道袒护你吗？他怎么样，你说的不算。嗯，怎么，被本少爷帅呆了？嗯，没事，谢谢你啊。回去吧，现在回去啊，可能还能看到洛言大杀四方。啊，走，大家举杯。 今天，除了我们楚氏集团的项目酒会以外，我要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一个人。在我身边这位，是我们楚氏集团的项目总监，也是我楚天意的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楚洛嫣。感谢大家的光临。这次宴会有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这些年，我们楚氏一直稳步向前，怀抱初心，在将来也会以最高的诚意期待和大家的合作。最后。 再次感谢大家的到来，谢谢大家。说的不错，你是不知道我那叫一个威风啊！哎、杨小秋的脸那叫一个臭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楚大小姐在这方面确实很厉害，但是工作上能不能也这样啊？<laughs> 工作上，嗯，这个事情还是你比较擅长，我就不打扰了，你,你先忙。你每天中午让我来吃饭，别人不会怀疑吗？会怀疑什么？你是我妹妹。嗯。哦、啊，对了，你那个朋友，他约我，不用理他。 你该不会吃醋了吧？还、哎、还真吃醋了！哎呀，我现在是顶着洛烟的身份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，总会有办法的。爸，对你这次的表现还挺满意的，已经答应你留在公司了。太好了！之后我们集团和贝锦集团有个项目要谈，其他公司对这个项目虎视眈眈。 爸的意思是，需要你来负责这个项目。我，再过一阵子就是集团董事会了，所以，我明白。但是现在有个当务之急的事情，我让刘然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刘然，楚总，您找我？是我找你。现在已经确定是财务部出了问题，不过还不确定具体的人选。 财务部，对，难怪，不抓出内鬼，之后的项目也会步步为难。嗯、他们敢向东远出卖我们，也敢向其他公司出卖我们。那我马上去确定人选，尽快。在你们换回去之前，就麻烦你多帮帮他一点。今天怎么主动约我？ 今天上班太累了，想放松一下。只有这样才会想起我，不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什么时候拒绝过你？婉婉，你现在怎么喝酒的频率越来越高？是工作压力很大吗？楚氏集团啊，虽然强大，工作也体面，但我们身体要紧，好吧？嗯，来，再喝一点吧，否则明天头要痛的。嗯、慢慢来啊。嗯 我跟你讲啊，以后碰到什么事情啊，一定要跟妈妈讲，妈妈帮你一起面对。你睡吧，啊，嗯。我好像有点不想换回去了。喝咖啡。 爹，在家呢。差点忘了。虽然我是吃吻，但我看着还是你妹妹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怪我恋爱脑了吧？这有什么直接关系啊？要是被妈妈看到了，多奇怪啊！编剧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啊？ 我有,我有话跟你说，你先说。我最近在忙悲情公司的项目案，很重要，涉及到你在董事会能不能立足，所以我明白。你也知道的，换回去之后，这些都是你要做的。我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我多管闲事？你如果不想，我就没有。我知道这是你的好意，那就麻烦你做一下他们的产品计划，我去做策划案，啊？ 我，大小姐，所有的证据我们都已经掌握了，只是这人是公司元老，不太好办。再刺头的员工也有解决办法。大小姐，您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哎 <coughs>，什么风把朱总监您吹来咱们财务部了？有什么事儿您吩咐一下就好了，还麻烦您跑一趟呢。 我是来整顿你的，我是来整顿你的。哎，楚总，怎么了？自己打开看，这里面是你涉嫌售卖公司机密，都是证据。你和东远集团的财务往来，还有你通过公司内网发送包括公司机密的邮件，都有证据留存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被开除了。开除？ 你不能开除我，我在集团干了十几年，你凭什么开除我？凭什么？我现在不是以项目总监身份跟你说，是楚天业让我来解决的。你售卖公司机密，我已经报警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，跟警察说去。别，楚总，哎呀，别，楚总，财务部的内容都是机密，你跟别的公司售卖公司机密，已经涉嫌犯罪。另外，财务部有人好好表现，随时可以顶替你的位置。不是，吴总，<你 S 2> 请吧。 楚总，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哎、哦，楚总，哎，楚总，我我我是无辜的，楚总。大小姐，您刚才那招杀鸡儆猴太帅了，<好>我太佩服。哎、啊，你们俩说什么呢？哦，刚才大小姐抓那鬼，直接把证据甩到他脸上，一顿输出。不愧是楚家的大小姐。没有没有，刘然，你还有事的话，你就先。哦，楚总过来让我跟你说，贝信这个项目呢，优路集团也会参加，所以到时候可能是两家公司比拼竞争。 比拼？对，这个公司呢经常会用一些特殊的手段，所以楚总不放心，让我过来给你提个醒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先走了。那个刘然他还不知道，没事儿，你别担心，我不计较这些。况且，你本来就比我更像个千金大小姐。没有，就算我们身份互换了，我从来没有想过顶替你的位置。我只是比较热爱工作。 况且你很多地方都比我厉害啊！真的吗？嗯，真的。但是我是真的很想成为你。你不用太难过，说不定我们很快就换回来了。我看你是想跟楚天叶谈恋爱吧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，不一定非得怎么样。而且只要你努力，你也会成为非常厉害的楚洛雁。好。 刘然说了，这次的项目你做的很不错，也没有啦。不过这个吴子健一直很不受控制，集团的几个老总都很喜欢他。那他为什么要出卖公司？是因为钱吗？不清楚。不过把他赶出去肯定是件好事，不然之后被晋这个项目他还是有可能再摆我们一套。被晋的预算我做出来了，策划案也写好了。看来你已经有了想法。 爸的意思也是，如果你可以拿下这个项目，就会转让一部分股权给洛烟，洛烟也就可以在董事会里有自己的立足之地。股权？对啊。爸虽然对洛烟严厉，但是还是把他当自己人。如果洛烟有本事的话，爸自然会把该给他的都给他。突然感觉压力好大呀！我相信。 你应该很快会取代我的位置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。我知道，不过这次项目我就不插手了，全权交给你负责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你把我带过来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成长了，你现在不问我为什么带你过来了？我是说认真的，你现在是我的助理。 我带你有什么问题吗，唐小姐？优路集团的人已经到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还真去啊？好。久仰大名啊，楚小姐。久仰陆总。感觉这个人看着不像好人。或许你可以把感觉去掉。 二位好，感谢二位来到我们公司。关于这次的项目呢，我们公司希望择优选择合作对象，还请二位谅解。项目宣讲由哪家集团先来？既然这样，那就我先来吧。关于这次备庆的项目，我们优路也是花了很长时间去做备调，了解了备庆的企业文化和相关历史进程，专门为此策划了这个项目。 大家请看 PPT，怎么策划案跟我们的一模一样？怎么策划案跟我们的一模一样？这人抄袭我们！不要慌，被亲的人在呢。东西怎么了？他的 PPT 跟我们的一模一样，背调明明是我做的。接下来我们项目会按这个方向推进。我们不是抓到内鬼了吗？怎么会？怎么办？这个项目这么重要。 难怪这个狗子要先说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们。我们的策划案就是这样，谢谢大家。朱总监，到您了。很意外，我们的想法跟优路不谋而合。 既然如此，我们来讲一些优路没有讲到的内容。以上就是我们处事的策划，期待与您合作。 没想到楚总监真的是年轻有为啊！厨师有了你，真是再添一员猛将。希望我们可以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怎么贝青这么急着签合同？哦，这次的项目着急，估计对方想赶紧定下来。不会再出什么意外了吧？不用担心，大小姐会搞定的。嗯。那个 PPT 怎么回事？那个我也不知道。 按理说，那个 PPT 应该没有人看过才对，还好他留了后手，不然这次死定了。你说我们公司不会还有内鬼吧？难说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好。你们什么情况？最选的项目被那个楚洛言抢走了，知道吗？我要你们干什么吃的？之前不是说他是个花瓶吗？这女人心眼还挺多，长得也还行。 还背靠楚氏，要不我去追他玩玩试试。他怎么还没出来？手姐怎么了？合同搞定了，内容没问题，回报率还不错。我们去跟楚天业交代吧。快走，走吧。楚总厉害呀，不如我们聊聊。<coughs> 楚总厉害呀，不如我们聊聊。 Hey, 你这小助理挺不懂事的，我可是很诚挚邀请你的。陆总，不好意思，啊，公司还有急事，我们下次再聊。等等，你可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陆总，请自重。 楚天夜他怎么会来找我？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没有，就想带你离开。你该不会吃醋了吧？陆恒那种人，你跟他有什么好说的？还下次再约，有什么好约的？哎呦，我那是客套话。 我也不是真的那么想的。你现在代表的可是楚氏千金，你可以果断的拒绝他，你还跟他客气什么呢？我可能有点着急了，也不是故意凶你的。逗你的，我没生气。你能在意我，我很开心。今天的事情我会调查的。这个 PPT 只有我和洛烟看过。 也没有在其他的地方打开过，落烟应该也不会外传的吧？那会不会有人黑了我们的电脑？楚氏的内网是花大价钱打造的，应该不至于。会不会有人溜进我们办公室啊？有可能。谁这么恨落烟啊？可能是有些人故意的。你知道是谁啊？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。别那么紧张，今晚回家吃个饭。 别让爸着急，跟他说个好消息。好，走。嗯，迟小姐，嗯，楚总可能是担心项目上的事儿，所以才没来得及顾得上你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啊？楚公子找这个大小姐，可能是聊聊公事，你不要担心啊。嗯、对哦，最近楚天业和江又明好像都没来找我，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 这次做的不错，谢谢妈。妈，你不是说给洛烟奖励吗？下周我会给洛烟举行仪式，到时我会正式向董事会宣布。谢谢妈。谢谢妈。怎么了？怎么不太开心啊？没什么，只是我下周可能要出差，看不到您的仪式了。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仪式，工作要紧。我也是突然发现，原来爸妈对我和洛烟的态度这么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是兄妹，但他们一直都是对我更好一些。我还记得你妈妈的样子，她更像我所理解的妈妈形象。我想洛烟在你家应该会更开心一些。 或许以后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楚小姐真是天生丽质，又不需要怎么打扮，就已经这么漂亮了。这会不会太隆重、太夸张了？一点都不夸张。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当然要越漂亮越好了。 喂，怎么啦？最近都联系不到江佑明，他有联系你吗？没有啊，奇怪，发消息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，该不会是被谁绑架了吧？应该应该不至于吧。嗯，对了，今天是我股权继承仪式，江家人也会来，你要是担心他，你要不要也一起啊？地址发我。楚总，你这次这么着急赶回来。 不会就是为了大小姐的仪式吧？不然呢？朱总，我多一句嘴啊，你已经很久没有关心过池小姐了。这是我自有打算，不用你操心。老板，该不会是想做渣男吧？不,男吧不管是什么重要的日子，我都不想错过我的婉婉。 你好，小姐，请出示下您的邀请函。你们大小姐叫我来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姐，我们只认邀请函的。行，我给她打电话。您好，订婚宴。里面请。订婚宴？谁的订婚宴？今天就是我们大小姐的订婚宴啊。订婚？跟谁订婚？当然是和江家公子了。你说的不会是江又明吧？对啊。 这位小姐，如果您再不拿出邀请函的话，还请您马上离开。不是，我要见楚洛烟，他俩不能结婚啊。这件怎么样？您看看。接电话呀！快接电话呀！接电话呀！喂。喂。 楚天叶吗？洛言。哎，呀，谢天谢地，终于接电话了。今天是江佑明跟楚洛言订婚的日子，你知道吗？我没邀请函，进不去，也联系不上他们两个。我现在过来。嗯。爸，你放我出去吧，爸。在你没订婚之前，我不会放你出去的。爸，我可以订婚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还是以后有什么区别？你少给我找借口，你呀、啊。 乖乖的把婚给我结了，洛烟她不可能答应的，你们不能这样的，你，我才不管你们答不答应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你不准离开这个房间。爸。 感谢各位宾客的到来。首先欢迎今天的主人公楚洛嫣楚小姐登台，有请。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另外一位主人公江氏总经理江佑民，有请。<laughs> 什么情况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 知道什么？看来你们楚家更狠，连说都不说。说什么？嗯、楚家和江家合作已久，一直以来关系都十分密切。在今天这个好日子里，两家更是愿意亲上加亲。让我们一起恭喜楚小姐、江少爷喜结连理，正式订婚。他是不是穿戏了？他说的没错，今天是我跟你的订婚宴。 是不是喘息了？他说的没错，今天是我跟你的订婚宴。订婚？这不是我的股权继承仪式吗？哎、你现在走，我们两家都下不来台。接下来，两位请交换戒指。嗯、现在逃跑的概率有多大？零。那怎么办？ 这是订婚宴，或许我们还有周旋的余地。不能订婚，我知道，我是被我爸绑过来的。二位，戴戒指啊！哦、嗯，你还真的？这么多人看着，我能怎么办？嗯。等等。啊！啊 楚总来了。是啊，楚总跟他妹妹关系真好啊,啊。楚天叶，你要干嘛？当着这么多嘉宾的面，你疯了吗？你！我楚天叶的妹妹，怎么可以这么随便订婚？对啊，我也觉得今天订婚仪式不够隆重，给我们洛言宝贝的，一定要是最好的。啊。呃，所以我决定，下次再订。 今天依然是我们楚罗烟小姐的股份交接仪式，请大家热烈鼓掌。接下来，我们有请楚董事长上台发言。你在搞什么？今天当着那么多嘉宾的面。 你在给楚家丢面子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有你，我一直以为你是在为楚家考虑，结果你把事情搞成那样子，你满意了？妈，你应该提前跟我说的。我提前跟你说什么？想要继承股份就得结婚。你空手套白狼，这下你如愿了。落叶没那个意思。再说，结婚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对方也没这个意思。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提自愿？ 妈，现在宾客也没觉得有问题，保全两家体面，已经很好了。今天要不是你出面阻拦，咋会发生这些事情？你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你了。董事会那帮老狐狸，你们能应对得了吗？没有江家的庇护，你这个位置怎么能坐得稳？我可以，洛烟也可以。哼，下个月。 就要开董事会你要把现在这个位置丢了，你就不要回这个家，楚家也没你这个儿子。疼不疼？我都听见了。你也别太难过，我也不知道你爸妈会……我都知道了。啊？ 在度假村的时候就知道了，难怪，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找过我，也难怪你今天比我反应还大，你瞒的也不是很好，我，我要是知道今天会这样，肯定提前跟你们说了。其实你也不用自责，我都已经习惯了，他们对楚天业都这样，更别说我，没大没小，我可告诉你，我现在也是有人撑腰的人了，你可别欺负我。 不过江又明那边，你就这么关心那个小子？谁说我关心他了？我就是问问而已。毕竟他今天配合的也挺好的嘛。按照江家的家训，他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。那董事会那边，很多股东一直对咱们集团虎视眈眈，所以爸才会这么担心我们能不能在集团立足。嗯、我也能理解他。那也不能把孩子当做联姻的工具啊。 他已经退步了，只要能安稳地度过下个董事会，他应该就不会再逼我们联姻了。新的股权人进入董事会，再加上你在集团里有自己的职务，所以是要做述职的。这个我可以，但是肯定会有人反对，我们得让对方闭嘴。我知道，上个项目好，就这么干。你们在说什么啊？ 我让刘然去配合你，不过这事还得偷偷查。我知道，算了，反正我也听不懂，你们俩搞定就行。哎、啊、哎，嗯，洛烟，你要知道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但是这些都是你争取来的呀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如果不是你，我根本没有机会争取这些。是你的，永远都是你的。可是我也不会啊。没事，你会学会的。 嗯，你俩还真是一对。怎么来这里了？是来调查些事儿的。来这儿调查事儿？大小姐，人在那儿。等等，那是陆恒？那是陆恒？你来这儿见陆恒，你不怕楚天雁？ 朱总待会就到，让我们先别轻举妄动。好、啊，我知道了。嗯，那我先出去等你们。嗯，你注意安全。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看见陆恒对面的人了吗？谁啊？董氏之一，孙总。他怎么会跟陆恒在一起的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 陆总，上次那个事情真的是意外，下次一定不会了。哼，你还想有下次？哎，我也没想到，楚洛嫣，没想到他藏的还挺深呢、啊。若不是意外，下一次你就看我怎么收拾他。意外？你知道你让我在贝亲那里多尴尬？一模一样的策划案，结果对方做的比我更好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是谁抄谁。他拿下了贝亲，现在又拿到了股份，你们。 怕是在董事会没有容身之处他算什么东西啊？他还想在公司里站稳脚跟？我已经和几个董事商量过了，不可能让他顺利的留下的，哦、不可能让他顺利的留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嘘，上次我们的策划案被偷，应该就是孙总干的。我找刘然调了监控，有人偷偷溜进我们的办公室。难怪，所以那是他的人。 不过，怎么他老对我这么大意见？我让刘然调查了，孙总直接想塞自己的儿子进公司领导层，结果被楚天野否决了。他可能怀恨在心吧。所以就是你做上了总监，他不高兴了，他就要赶你走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今天来就是找证据的。现在证据有了，完了就等楚天野来吧。 我上厕所了。嘿嘿，妹妹，陪哥们儿喝一杯吧，啊？没兴趣。别装高冷了，陪我玩玩。滚！<腿>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给你面子你就得接着。去哪儿啊？ 放开我！我玩玩啊！你敢咬我！没看见他不愿意吗？哼，那你陪我呀！再不，我马上报警！算你狠！我们走。 没事吧？嗯。唉，刚刚吓死我了！一定要小心点。嗯。<laughs> 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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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跟我玩，弄死。 你醒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你和落烟从楼梯掉下来了。等等，我是谁？吃晚在哪？吃我落烟，是我。我们终于换回,回来了。是啊，终于。 我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抱你了。你等等，我们换回来了，董事会怎么办？只能靠你自己了。开什么玩笑？我自己怎么搞得定啊？哎，你不用担心，发言稿我都准备好了，你只需要照着读就行。真的？真的？你只要别露怯，别人就不会怀疑你。孙总那边的事情，我会解决的。嗯 这么多，没完没了啦！这些都是需要你知道了解的内容，得记住。你们的脑子是什么做的呀？能装下这么多东西？记不住也得记，要不然别人问你，你不知道就暴露了。我又不是你，但是你是楚若烟，你一定可以。哎，楚天野，快把你老婆带走，我都要疯了！ 你乱说什么？我没乱说啊，本来就是。爸说了，只要拿下董事会，就不用去联姻了，对吧？是。那既然不用联姻了，是不是该娶石婉了、啊、哎呀，好了，大哥，我不想吃你们的鬼了。走，我们吃饭去。嗯，哎。 受不了这两个恋爱脑，放轻松，别紧张。我能不紧张吗？这可是我在公司的第一次股东大会，已经背了好几天了，没问题的。走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今天会议的重点就是关于集团未来决策层的人事计划。 首先，让楚洛嫣自我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……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公司原来一直都是由老楚总领导的，如今交给你们这些小辈，我们不放心呢。对对，老楚总的股份也分给了你们两个。那你，我和洛言是一家人，为何不可？ 但是我听说你们关系并不好啊，孙总，我和我哥关系好不好，轮不到您来说了。更何况，我听说呀，您跟陆家关系还挺好。什么意思？啊？我什么意思，您最清楚了。您要是这么不满意我加入董事会呢，可以直说，没必要在私底下搞这些小动作。楚荣燕，阴阳怪气什么意思啊？楚荣燕，阴阳怪气什么意思啊？ 这样血口喷人就不对了。我们还以为你有所改变，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冥顽不灵。像你这样的人就不应该在领导层待着。我有没有胡说，请看大屏幕。陆总，上次那个事情真的是意外，下次一定不会了。哼，你还想有下次？哎，我也没想到楚洛烟，没想到他藏得还挺深呢、啊。若不是意外，下一次我什么都不想说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 我之前跟贝沁的合作案跟陆恒拿出来的策划案一模一样，想必是有人不顾集团利益，偷偷把我的策划案卖出去给陆恒吗？孙总，你说我说的对吗？你污蔑！你这完全是污蔑！啊，这也不是你第一次干了，这已经是熟能生巧了吧？这财务部的人也是你的人吧？什么人？我不认识。我还没有说是谁，您别急着否认 这是我最近给集团拿下的项目，你们没有理由质疑我的能力。我拥有集团百分之十五的股份，我有权参与公司重大决策。钱总，您说我说的对吗？啊、哦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回来说孙总您吧。您泄露集团机密，您这样的人不配待在公司。集团里面我也有股份。 你没有权利赶我走，孙总，让小贝提醒你一下，泄露机密可是要负责的。还有，您的儿子在外面欠下了巨额赌债，你以为你的资产可以保护他多久？我跟楚龙岩考虑过了，可以买下你手中的股份，帮你堵上这赌债的缺口。嗯 总算搞定了。你俩够了，可别在我面前求爱了。我们没这意思、啊。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，要不是江明还被他爸关在家里，我一个人无聊，也只能勉为其难跟你们俩待在一起了。你不必这么为难。你,你看他，吃晚。你就别这样逗落叶了。 不过事情完成了，现在应该没事了吧？没事了，你做的很好，气场很强，这种事果然还得你来。不过这次你只是侥幸，以后该学的还是要好好学。嗯、哎，你知道啦，我会好好学。不过赤吧你得帮我，我会的。Surprise！好久没见，有没有想我啊？你,你怎么被放出来了？ 你们换回来了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俩性格差别很大，很好被发现。而且我从小跟你一块长大，你什么样子，我会不知道吗？那你还？哎、对，我追的一直都是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我追的一直都是你，只是你不知道。 要不要给他们留点空间啊？怕什么？这可是我的办公室。送给你。啊、什么意思啊？看来我挺失败的。喜欢你这么久，你都不知道我在追你。你不是喜欢迟晚吗？我是被迟晚的美貌短暂的吸引，这点我承认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还是喜欢跟你一起打打闹闹。重点是你。 而不是什么样的你，那还不是喜欢漂亮女孩？你不是一直都知道吗？你<那>，你也是漂亮的女生，你在我眼里是最漂亮那个。罗言、嗯，闭上眼睛。你要干嘛？ 楚洛言，无关乎楚家和江家的联姻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我哪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呀？会不会过几天又去找别人了？没关系，那我就慢慢追。那戒指我就收下了。 这是您新的办公室，还满意吗？挺好的呀，但是我一回来就空降，是不是不太好？您学成归来，给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，还有跨境项目，直接空降没什么问题。这副总的位置，当然非你莫属了。那我霸占了楚天业的办公室，楚天业怎么办？哎、哦，对了，他人呢？楚,楚总他。 该不会被找干坏事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池总，您不知道，这一年您不在，楚总又老是要飞国外，大小姐都要忙疯了。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他人呢？嗯不你不要转移话题，他人呢？嗯、哎，池总，池总，哎，池总，您在这稍等一下。 我的未婚妻，你回来了，我们终于可以顶峰相见了。嫁给我。 음, 이젠 눈을 떠도 희미한 이 길은 <목소리> 어두워진 나의 기억에 내 환한 빛이 되어줘 점점 흐려지는 네 얼굴 나를 미치게 만들어 조금만. I mm -hmm.